的爱好是什么？我的爱好是旅行。你都去过哪些地方？去年去了韩国，今年想去印度。你还有什么爱好？我还喜欢打网球。经常打吗？每星期打两三次。你的爱好是什么？我的爱好是旅行。你都去过哪些地方？去年去了韩国，今年想去印度。你还有什么爱好？我还喜欢打网球。经常打吗？每星期打两三次。你的爱好是什么？我的爱好是旅行。你都去过哪些地方？去年去了韩国，今年想去印度。你还有什么爱好？我还喜欢打网球。经常打吗？每星期打两三次。